我想说，最关键的一点，我的这个规划方案从来没有想过去改变农村的乡貌样貌，而是希望能让后石沟村和海青村成为真正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的好地方。现在觉得你这第一书记当的是越来越有滋味了。没错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还真是越当越有滋味了，越来越有感觉了。今天啊。 咱们不仅重温了这个入党誓言，也应该提醒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千万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自己最重要的身份，一名共产党员。我们千万要牢记，我们自己不是一名普通群众，我们要时刻对自己提出更高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。